今日同大家分享一行禅师怎么爱呢本书入边嘅主题系真爱嘅四大元素。真爱系由四大元素构成嘅，分别有慈、悲、喜同埋舍。爱如果包含呢啲元素，就会有疗愈同埋转化嘅作用，亦都具备咗神圣性。真愛具有療愈同埋轉化任何情景嘅能力，亦都會為生命帶嚟深邃嘅意義。